小朋友伫老师的指示之下，将丢背的卡西欧清去。南投综合国小伫母亲节庆祝活动当中，特别安排洗卡活动，和平常时辛苦的妈妈，伫这属于因的节日内底，麦当帮我轻松，和囡仔来替因服务。我们的小朋友帮妈妈来洗脚，来感谢这个妈妈平常对我们的养育之恩。将卡洗好清洁了后，囡仔也搁替长辈抓卡，要来尽一份的孝心。校长在致辞的时阵，也希望小朋友爱抱着感恩的心，感谢妈妈对咱无私的付出。小朋友一定要牢牢的记住，因为有妈妈，我们今天才能够在这边健康快乐的学习成长。妈妈是无私无悔的，我相信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希望她的心肝宝贝，也就是我们小朋友们，都能够快快乐乐的成长。除了洗卡的活动，学校也阁有安排一连串的表演。来参加的妈妈拢感觉学校举办这个活动真有意义。除了让因看到囡仔的成长，也阁会当感受到因的孝心。奉一杯感恩的茶给父母，给母亲，然后再从洗脚踝活动中呢，我们感受到孩子的成长，也感受到这份喜悦的心。那学校谢谢学校举办这一次母亲节系列的活动，让我们从呢孩子与家长的互动间感受到我们之间的爱。接着母亲节庆祝活动，将学校的特色拢展出来，也希望小朋友在未来会当将友好这两字拢放伫心上，因为有妈妈，才会有今仔日的咱。记者吴维迈采访报道。